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詹姆士。好，最近阴雨绵绵呢，因为梅雨季到了，一直下雨。好，那小朋友的鞋子很容易就湿掉了，所以就上网路赶快找一双备用的，不然湿掉的鞋子很难干。好，那这双刚好看到有在特价，大概是五折吧，就马上买下来了。来看一下吧，那包的还蛮干乎的，外面还有一层塑胶袋。好，我把这个塑料袋给切开，切开塑料袋，好，因为之前在外面的鞋店买的儿童的鞋子，如果像那个不是什么太知名的牌子，都要卖到八九百块，那这双 Nike 的还能打到五折，差不多一千出头，那还蛮 CP 值还蛮高的。那詹姆士买这双呢是1090，那它原价呢是2200，还蛮不错的。看一下 Nike 的 logo， 好，虽然不是说一定要崇尚名牌，但是它既然都要花八九百块，那不如多贴一两百块可以买 Nike 的啊，所以就上网路找。然后这双那叫 Nike Rush One Prime， 好，它这双呢是23号半的，而且里面的有印度尼西亚印名字的。现在鞋子几乎都是在比较印尼啊、越南的地方制作，好，那成本会比较低一点吧。然后它的型号呢是67784-200运动鞋，制造日期2016年，哦，那也是两年了，印度尼西亚。好，那它的尾制进口商呢是台湾耐基商业有限公司，应该是 Nike 的原厂。好，来，打开喽，开箱，噔噔噔噔，哦，到了，勾勾的标志，然后这是鞋底，特别的，像被刀子切过一样。不知道穿久会不会直接裂开，从那边裂开。对，有待时间来验证。好，这里是左脚的，还是有点亮面的材质，会反光的。好，这是绑鞋带的前面，正面是这样子。鞋舌这边一般它的标识是会在鞋舌这边，但是这个是在侧边。绑的鞋就是23.5公分，把它的型号都写在里面。它的鞋垫呢是黑色的，看可以把它拿起来。它的鞋垫似乎是粘死，这双是休闲鞋，小朋友鞋子湿掉了才有另外一双可以替换，才不用穿着半干又不湿又干的那种鞋子去学校，那样脚容易臭，或者也容易长香港脚。后面有这个可以拉着穿鞋子比较方便。好，我们来看再看另外一双，另外一只脚，这一只是右脚，是大同小异的。有塞子来帮助鞋子垫型，才不会塌塌的。好，看一下是不是23.5的。
3.5 的。是小朋友的鞋子，看起来还蛮不错的。好，这是 Nike 鞋子的童鞋开箱，那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！我是詹姆士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